这个地方你们不叫夜市，叫公园吗？对啊，叫公园。叫什么公园呢？义安公园。义安公园。这里，我们那边应该叫游乐场或者叫夜市，那么多卖那种小吃的，然后还有那么多小孩子玩的地方。有啊，这里好多小朋友啊，这是他的家长带到这里来玩。我们得去小朋友。你还是小朋友吗？你要去玩？小朋友啊，小朋友啊。他们越南人叫做公园，然后他们说这是叫义安公园，但是在我们中国那边一般叫夜市或者叫游乐园。还有在那边也有啊，没有公园啊。啊。这里这个路边一排过去都是那种小吃摊，这里你们应该不叫公园了吧？难道这里也叫公园？我们在这里就是义安，叫义安公园。这一片全部都叫义安公园吗？这里明明就夜市或者叫游乐场嘛，我很奇怪怎么会叫公园呢？都知道这里是吧？这是小朋友在学那个，给那个泥塑人上颜色。他们也有那个碰碰车在这里玩，碰碰车出来啊，等下小朋友开车撞你。这里都是小朋友小孩子玩的地方。这有啊，这个叫旋转木马啊，这里是卖那个坐木马的那票是吧？哦，今天是周末，所以很多家长带那个小朋友到这里来玩。啊。一万一次是吧？坐这个小火车是小朋友坐一万一次，就是3块人民币。是转一圈吗？还是转多少分钟的？这边还有那个充气城堡，这边是射飞镖的。
哇，好厉害呀、啊，这个！哇！厉害了，这美女百发百中。